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现如今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，很多外国人都为了抓住机会都纷纷来到中国定居。在中国定居的众多外国人当中，就有不少是来自乌克兰的美女。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量乌克兰美女到东莞生活，月收入高达万元，留在中国不想走。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，而乌克兰是一个美女泛滥的国家，如果身材长相不是很出众，是很难在众多美女中脱颖而出。他们的身材长相也很难在乌克兰发挥最大的优势。当他们来到我国中国东莞之后，可以说是非常顺利。这些乌克兰的美女因为身材长相都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，所以他们大多数都是从事模特职业。而东莞的服装制造厂很多厂家都需要漂亮的姑娘来做模特，然后把照片放在网络上吸引顾客消费，所以模特这一行业在东莞是非常吃香的。据悉在东莞生活的乌克兰美女一个月的收入高达万元，而且这么轻松高收的工作在乌克兰是很难找到的，所以他们才想留在中国不想走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